谢谢 PPQ， 谢谢刘 LV 是傻猫，谢谢我不爱米来。直播间被土猫骚扰了。这嗯，不用不用，我瓶子在运了，谢谢。我当时一级被那个土猫骚了一下，我没搞清楚啥情况，你知道吗？这 TA 玩的还不错，不过也马上打不过了。我操，他这滚是什么鸡巴滚啊！哎，我他妈无语了，这波本来贴死了。我操，谢谢笑颜常开小小白，谢谢白总的30个魔法球，谢谢老板的魔法之翼。我觉得他不是预判，他就滚歪了。我觉得，谢谢白总的魔法之翼。这波送了贴一个人头，有点难打了。不过还好吧，还好吧，这 TA 没补给了，我就不停的耗他血就没问题，一个被动，正补，再一个被动，再他，再他，再他一个被动，再他，这波不让他回中线好吧。魔法之翼。魔法之翼大概多少钱？我算一下啊，100多块钱吧。回家回家，没事没事，那个慢慢打。对面土猫游中其实挺正常的，兄弟们，慢慢打呗。中午补个眼，我中午眼好像被反了，还是到时间了。
TA 我感觉我不好杀他。晚上好，老哥。残影炸，两个大招，来个假腿。我是开局前插的，我是开局前插的，而且我眼在下边，他如果有经验的话也在下边。我中路这边还有真人。这个幻象符打 TA 其实很好用的，能破折光，而且能解他那个大招的减速。他们酱油都不保边路了，意思是都来中了。TA 钻野了，我这边买一个这个，带一个小蓝药。远后先打，可以单杀，但没必要。你蓝都没有，你在这干嘛呢，兄弟？这贴的蓝啥？有什么建议吗？蓝猫打远程本来就是多少会有点优势啊。这英雄身板好，有残影，打近战肯定多少有点优势的。打远程不好打，是因为大部分远程中路打蓝猫都是那种耗血技能比较强的，会让蓝猫比较难受。谢谢尼玛老哥，谢谢我不爱米来，谢谢跪求五连做的是吗？小白老哥。小白他的运气有点背啊，感觉。不过这个也说不好，你送魔法球爆了，说只能说你运气好，你如果没爆也不能说你运气不好。他死了，他妈的掉血这么快。蓝猫打哈斯卡几级开啊？哈斯卡优，但能打到几成优势，这个要看水平。我觉得，毕竟蓝猫前期身板好，就是蓝猫打哈斯卡应该是那种自己不会，就只要你中路没把哈斯卡打穿，你知道吗？你自己中路不会特别肥的那种，就一般那种会玩的哈斯卡，也不会让你特别肥的。如果吃芒果可以杀 TA 吗？可以，但是我刚刚血太少了，不太稳，能个十级，能个十级，不好吃。这把主要是控的符一般，只能说好吧，只能说一般，不是那种进攻性特别强的神符。中路最好补一个真人。专业啊，兄弟！中路不进，土猫在下六级，被动破两层折光。这边他卡了折光的 CD 了，兄弟。
这冰女啥意思啊？他现在杀人收益也太少了吧！我感觉现在我看到一个酱油，我都不想去杀他了，钱太少了也。这个土猫从中路第一波滚中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，他要么是绝世高手，要么就是一个憨批，兄弟们。他从中路滚第一波开始我就看出来了。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出来好吗，我是看出来了。第一波那个滚要么就是个 绝中绝，要么就是个憨批。上路没踢，不就支援不到。过年了，过年了，他妈的！噔噔噔。刚刚这波没粉，其实有点危险。他最后我放那个残影的时候，他折光 CD 好了。但是我这边有小兵，我想着有小兵，所以我跟他拼。就这波没想到破折光，算了。这水人你发现没？他没有做林肯，你都在做分身。其实分身水人很怕蓝猫的，就除非这个水人他那个就是玩的特别好。一般的话，分身斧他会被那个蓝猫紫苑到，紫苑拉的。我进来，我这边提升。过来，先打个残影啊！这连到他居然没断 TP， 他踢的是防御他。刚刚那个操作你可以看半个小时，别了吧兄弟，拉了个小兵有啥好看的。这种时候你带上 TP 边路打起来，这个版本我建议你是多去支援一下边路的。这个版本单杀的收益说实话是真的不太高，好吧。你像这一波有 TP 就要去支援的，但我这波没 TP。 下路没人救吗？这个符给我，这个符给我，加的闪电符。天哪，在罗安密。那你抽我火，我打坏了吧？德鲁伊好打蓝猫吗？吊打我觉得是，反正我的蓝猫打德鲁伊很难受。哎，又挖了个闪电符。
在哪儿？哪在哪儿啊？芒果树，我没找着，我哄了他。可以吗？不是这么追啊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天音之剑。下路符了就行，上路没符那符就在下。我也走了，我这不没状态，蓝猫走了。德鲁伊兄弟们，中路打蓝猫很好打的，我教你们。哎，我他妈的教你们怎么打蓝，怎么吊打蓝猫是不太好，就是你不要想着去杀他，你知道吧？你就对线压他正反补。然后没事挠他两巴，挠他两巴掌。等你有个熊，有个三级的时候，你就去野区发育就好了。德鲁伊他有一个小细节，不光是你们玩德鲁伊的，还是你们跟德鲁伊对线的，你们都要注意。德鲁伊的小熊被攻击的时候，他是不能重新招的，他有一个三秒的冷却时间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，就如果没改的话。但是德鲁伊，你比如说他两级熊，对吧？他三级升了两级熊。然后两级熊过来挠你，然后挠到残血拼起来，你看到那个熊他没血了，然后你跟他拼，你想杀那个熊，然后他如果留了点，这个时候突然点一个三级熊出来，那这个熊会突然的重生，就蜕皮，然后血量会长起来，然后你可能就跟他拼起来走不了了，千万不要被秀好吗？我三天猫，这边我回家把我的紫苑拿到，卖了挂件，然后去抓对面的人。这个兄弟有个精华戒指，讲道理还不太好抓呢。一听就是被秀过的，没？我看小莫是这么玩的。然后我教你们好吧，偷学来的。贴暗面，他这不肯定要收中线的。看到卡他这个折光 CD， 可以了，往前滚。他妈中路有意义、啊。往后走一下。哎。哎，我的兄弟。他中路有眼啊，有线眼的。你们中路牛头是没大的，牛头是没大的。完了，反正啊，我总感觉这种2000多米的人好蠢啊。他们应该要去打盾了，我觉得。或者继续推吗？他继续推，找死啊！他们在打盾，靠过去啊！没有，在下。上路扶持了他，没人在下。水源巨灵刀，分身符。把视野做一下啊！
对面中路有眼的，要不然不好抓人。我们家因为小心有点肥，抓的他们人都在上，他水出分身符，兄弟们，被蓝猫天克的，牛头攻大了，看小地图看到牛头了，这紫猫他也不买眼呀，他也没装备啊，兄弟，我是觉得紫猫不太行。就把我的血晶石打出来了，哒哒哒哒哒，运气好，运气好，兄弟们别喷了，运气好。不是，我寻思这你们这紫猫也没装备啊，啊这混沌三杠八也打就行了，兄弟也没人喷你们，你们怎么倒脾气倒挺大的，眼慢慢做防守眼，妈的你这辅助不买装不买眼，你也没装备啊，兄弟啊，又不是自己玩的多好的打职业的，妈的打正面的时候没人，他妈的喷人的时候一个比一个猛。他这边做眼了，这把出飞血往后拖，兄弟们，然后呢兄弟，我们有优势吗？啊，你如果觉得喷人能赢你就喷吧，你连我一起喷，我太菜了兄弟，我不能一个打五个，你可以连我一起喷好吧，我让你喷，如果不喷人不舒服的话，KBKB 了，手高啊，等我25。
居然 A 仗了。没拉到他，我的。你们就说说队友二杠六三杠八玩的又不是多好的，也没人喷他们，也没人怎么样，是在那边自己开始喷人了。这号不是玩不玩蓝猫的问题，有些时候你玩蓝猫也没那么好打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怎么打了这东西。等我活。等我活。我们有塔防的，高地可以让对面先摸一下，他们也不一定会上高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有些时候太拉垮了，好吧，队友，一直拍。我看怎么打。他们这波冲下去，肯定又怪酱油没买眼。我操！我傻了。我们出去打不好打的，他们带盾出去打不好打，那个 TABKB 加紫远，我落地基本就死了。拖就行了，兄弟们，拖就行了。你们可以去带那种危险线，然后买遗产。现在可以出来这种地方点点眼，这个地方可以点个真眼，它可能是有眼的。就尽量爆点眼啊，这种十个眼都买起来，出装备这把赢不了的。就地上都铺满真眼就行了，要不然这把没法买点。上路线可以去顶，把线顶出去。居然盾没了，等他盾没我宰他一波。回头引刀，上路线能带的。这种线你死就死了，你把线顶出去买遗产就行了。别出去。居然这么你这都不回来打吗？是不是？这都不回来打。哦，算了吧，兄弟们，就
随便玩吧。有些人他只想喷人，那你没招好吧。这是个球球的老板，我会带这种老板吗？兄弟们，我不会带这种老板的，这种老板趁早别上我车。你给我刷一个飞机，我拿30，我退你100，趁早别上我车。我可不带这种老板。有机会的，这水源他一直都是全民，不过他零坑，抽。但是这个号我打得很不爽，兄弟们，我现在就两种选择，一种是打回来，另一种就是打完换号，对吧？毕竟 B 级锋芒也未尝不是件比较不错的选择。哎，我粉用完了，有反应吗？我他妈的这波尽力了，好吧，算折光 CD 把这 TA 秒了。然后到25就把雪人宰了，实在是这一波我没东西了，兄弟们。就这紫猫，兄弟们，冰女的移动速度你知道吗？冰女的移动速度有多慢？不用我说了吧？这种冰女，她前期没鞋在紫猫脸上，紫猫都能吸空。然后也没有人喷他，说他菜啊，怎么怎么样的。然后他在那边喷队友，然后理由是我买了7个眼啊，我买了7个眼啊，这队友就没买过眼，我操！一句卧槽行天下，没文化好吧，兄弟们。这把得做 BKB。这把得做 BKB， 没 BKB 太难生存。这把想翻得靠奥数。我们现在一路是完全有机会的，下线给队友吧，他们可能要去打盾了，我觉得还没有。No盾。这把要的装备有很多 ，A 杖肯定要有的，但起码是得有个，就是有个 BKB 在身上。这把银手奥数滚泉水秒水人，银手这个好吧，插个虎眼可以，但是这个眼不是特别敢出去做。盾对面打了，他们带盾我们是真的有点难守。
种局兄弟们不是说我不给队友留线，你们看我今天早上那把力吃了吗？种局这样我就不能去打钱的，他打钱可以去带那种危险线，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就不能去打钱的。不是说我剥削酱油，你们看我早上的那把力吃我是怎么做的。这种局谁都想打大哥，那就是鸡鸡好吗？哎，我中路把兵线滚一下。贴死了，贴死了，他们牛头也不在。下波我买了，这个时候兄弟们机会来了，好吧，38分钟空一个奥数，38分钟好吧。机会来了，这38分钟空一个奥数赢了。干嘛干嘛？去扑一下眼，去扑一下眼，一起去扑，一起去扑，来个人跟一下，这边的眼去反一下。就没人跟一下是吗？看来还得往后拖。天能滚死，别人滚不死。哎，打了这把是继续这个号呢，还是抽号呢？我感觉这把这个号排到队友都太那个啥了。你一盘两盘能接受，你每盘都来，我觉得是不是得避其锋芒一下，兄弟们？抽号嘛，那就抽号呗。水人盾还在，浮点眼全被反了。这水人胆子也太大了，他有一眼的，别看到我。把锅站回来，把锅站回来，40分钟，你们没经验，要不然。这边有个土猫，打不了下路，打不了了，打不了，打不了。
哎，但问题来了，我们在这边有没有人杀过鸡啊？这个奥数翻不了的，兄弟们，我不知道我们家有没有人杀过鸡。43个人头，34个人头，土猫是四，这个是三，我试着滚一波吧。反正这个奥数符，兄弟们是没什么卵用的，因为对面死的是两个酱油，我试着滚一波吧。我吃着滚吧，这奥数符其实没什么卵用。我们现阶段也不会去接团了。三，死，没有死过鸡。他这不正好带了个宝石，那个宝石掉出来，看到他那个位置了。这不对面要死的是个大哥就好了。算了，先说林肯。啊，不过这把林肯也没什么用啊，讲道理。看有没有永恒遗物给我爆一个。他们在想烧了水人，这水人 能搞他吗？他一个人的，我建议是你们爆的紧一点啊！我建议是你们这把如果想赢就爆的紧一点，这种局想赢没游戏体验的。他 BKB 开了，TA 也没 BKB 的，直接死了。先出点保命的，别做什么以太之镜，做点保命的微光盘子这种，又能救队友。以太没用了。我们能抓他一波吗？我有 A 杖的，他林肯挡不了，挡不了我拉。就是他那个刀塔二等级，他有个那个等级你知道吗？就是 这个牌子简单，这可以去吃一下赏金符啊，上路。不打，这样我可以拉只鸟去肉山看一下肉山活没活，可以拉只鸟过去，靠过去。
我全抢了，我全抢了，我全抢了。A 杖和那个奶酪我都抢，盾我都抢了，奶酪是对面的，我格子满了。中推中推中推，我控个奥数感觉赢了。小心牛头，小心牛头。水人，我阳了，我阳了，我好像阳的是牛头，我操！阳的是土吗？翻身了。